那海参那成本儿，你就那么不相信森姐给你做到成本的东西吗？最关键我是有爆发力在那撑着呢，少买点我都不伤心呀。我特别欢迎你们出去比，你少买，因为你必定上当。你少买点，你心里是不是靠你？你买完了，比较完了，你是不是心里对我的信任度会蹭蹭蹭的再加很多个？你不对比，你老寻思这家伙，那别家那一两千，那看着跟一样。你比完了，你这个心儿肚往肚子里又放放，一下干十五斤干海参。啊，总共在我这儿买几年都没买出来十五斤。朋友说：“哎，买贵了，买回去回家发傻眼了，就发不起来。”还来问我为什么发不起来？为什么成本不对呀，大哥？我要是能一斤海参挣你半斤钱，我不早发家了吗？咱要是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你自己去想一想。谁如果好货的利润空间那么大，谁去卖那一千两块钱的货呀？卖这个货多好，就是质量差别贼大。你买回去十五斤干参，还是在外地买的，谁给你退呀？就卖这种货的商家，他也不指望着你回头。他能回头的就是他一直消费是这个段位的海参的，你吃过好货他还指望着你回头，他卖你一下十五斤不就干回来了？你看人家卖一千六卖一千七便宜，那哪是真便宜啊？一千六的海参他朋友介绍过去，我估计他朋友还得挣点，他成本要给他进一千块钱以内的海参发不起来，发起来就见鬼了，他要发起来我没法干了。感谢现在的科技跟狠活还没有突破质量守恒定律这一那啥，如果突破了我可不知道以后我可怎么卖好海参了。如果说科技跟狠活把质量守恒定律就给突破了，那我不知道咋卖了，就我整不了，我就转行了，我干不了这活，干不了。今天来推销的日本海参的那个小哥哥啊，他都不准备做了，他说为什么要抛出去，他剩第一个剩了点超级超级大头的，他大到有点夸张了，这个头头啊，他就海参他已经不准备做了，已经就是过来，就是你从日本发到国内特别难发。如果是我问他，我说大概税率是多少，他说如果走完全的正规的途径过来，税率得加15%，一万块钱东西就得加1500块钱，他整不了，他整不了了。而且日本是还在涨价，就是涨得也很厉害。咱吃海参是想吃这玩意儿有点效果的，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便宜，对不对？干海参再告诉你，那加糖加料的海参不便宜，不要只看一斤单价，即食的也是一样的，你吃的东西不寻思有用吗？对不对？你花199你还想买海区顶过野生的，哎，人家还告诉你8年9年，八九可能是对的，只是年份要改成月份，啊，不是年是月，不是年是月啊。咬口玉米啊！还敢吃日本参，想死啊！现在还没往海里排啊，是4月10几号之后，还这事儿还不一定呢、啊。他是他
他是日本回来的，他过两天说还要回去。我跟他说，我说你在这个市场想推，你在这个市场想推这个身是不用想，你这个市场没有那个消费能力。你说你要推轻身的话，你这个头座啊，我说你推点小个头都给你推这个，可能还好推一点。嗯，那好弱。抖音有个冯关注了我，是谁呀？还没往外排呢，你们是更能夸张，还没到那个点呢。成身都是去年秋身的啊，这好糯啊，你关注一下。嗯，很多买我家单身的人，现在上来，你们可贵了啊！啪，连问我价都不问了，直接甩钱。整个过程就是，你要是这个成交的这个速度哈，如果在淘宝去，这样啪过来，对，直接，你都会容易被淘宝判定为在刷单。没有沟通过程，就是这我家海参真的吃了好几次了，有的甚至吃了好几年。那天我看一个客户啊，就深圳的那个买家，我一看他从2017年到现在，你知道这个人买了我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们看一眼，看你看我有没有在瞎兜，就是个人吃。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因为可以看到这个人消费了多少啊。我不知道他已经消费了这么多。哎，从哪开来着？哎，从哪开来着？哎，这个东西从哪开来着？这个人消费了17万多，不是送礼的，不是送礼的，是另外一串，他就是纯纯的自己消费吃海鲜。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买的时候挺不放心的，第一次我没记错的话是买了半斤。你们看啊，我知道，164,550，看没？看到数了没？164,550，交易笔数35笔。就自己吃，
但我不想在直播间里面走的好像吃海鲜很贵一样，他家里确实人多啊，而且我感觉他好像跟别人一起合买的。好像是买了爸妈一斤，他自己留一斤的。也有的客户从我淘宝零几年2008-2009年开始买我的干参，就上海那个客户，他也给我推荐了好几个来，他自己拿海参送的，从干海参送到及时。有的客户还是微信转账的，你就能看到吗？人家还有付款码付的呀，还用那个收款码的。得吃什么？是真能唠啊。先看看喘一气儿去。晚上你要做什么？你给我做点卷子啥呀？知道。反正豆腐给我拌一下。豆腐，我先熬个老本鱼，还有个小老本鱼，行不行？吃鱼没事吧？你还不能。嗯。行，好强以后不行，两个疯子吃锅饭。吃锅结实结实。你有钱呐？买房，砸锅买铁。你听这话，我脑门的皱纹又深了几层。这个玉米我以前没买过，我觉得黄的没有白的好吃，这个这么好吃啊，好糯糯啊。好像那个微信收款的还能看到你消费最多的那个人。你就拉出来可以看，这个客户总共交易了几笔，哪一年哪一年都有。
这个客户已经有25次交易了，25次交易，因为消费的是即时海参，25笔，我才要6万块钱。哇塞，有的客户真的超过我想象，我印象里就没有那么多次，这个客户交易了50笔。你说老客户在我这消费个10万8万的，这么容易？我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感谢各位。你长期吃海参的人，他，你服务好他，你东西不变，我不怕你们出去比的，我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不怕你们出去比，因为我对这个市场特别了解。就是大家做货呢，我也不敢给你们保证我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啊。大家做货现在重点全是在降成本的东西，因为消费者真的对这方面了解的太少太少了。消费者对于海参了解的太少太少了。我和眼镜呢，有一次我跟眼镜说起来，就我俩同时看一个主播，那个主播卖的货贼贵，比我贵多了，比我贵简直贵没边儿的，如果是比我的价。然后我就跟眼镜说，我说你看一下那个谁谁谁，我说我觉得这个人他卖这个价位，我认为他是应该不太会去糊弄的，因为他卖的挺贵的。嗯，我当时看这个人的时候，他在卖一种高压参。其实那个海参呢，我们也做，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做的是活参，就是你买活参，我给你压完了，给你发走，不泡水的那种。那个参贵啊，那个参得9斤多活参才能出1斤，而且因为是把活参拉回来给你当天煮，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你一个个去杀嘴，就咔一刀把海参肚子一挤，它不是可以慢慢干的一个事儿。其实我们也干那个东西，但只针对就是威海的买活参的，因为如果在直播间里面去给你们售卖，我要说那个海参要卖到1000左右，你可能觉得太贵了。他卖1500，这个人卖1500。我说那个参要卖到1000左右，你可能觉得太贵了。直播间怎么卖呀？我现在卖330、360、380都费劲巴离的。我要说卖那个，再告诉你，现在还没有去杀嘴，这可能更有的人觉得太贵了啊。所以我没有在直播间去卖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不能上量。上不了量啊，上不了量那种。他卖1500，然后我问眼镜，我说他卖这个价位的应该是个好货吧？说好货个屁，那都是圈养的货，贵了的不一定好，但便宜一定不对。你要说他圈养，但是你说这个参他有没有另外给你，就是像即时再泡水，我认为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卖的实在太贵了啊。卖的实在太贵了，实在是太贵了，反正我认为太贵了啊，我认为跟抢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们看天天身体要看什么东西，我就各种去看别人卖的货，我就各种去看，而不是说全看那些卖的便宜货，并没有，贵的我也看。产品卖多了，很多人就有点晕呢。这海参这个东西真的什么价位都有，什
么价位都有。你说即食，那东西是不是即食？那也可以化冻直接吃。那什么黑么黑的，那个什么黑么黑，可不是说爱染色的。那个什么黑么黑，是因为它完全没有泡发，完全没泡发。你拿海去底锅的还是那个孙子？1000块钱净利润能有100块钱吗？卖你1000，净利润能有100，还得很精打细算的那个东西。就这么个钱数。那人家卖1500，然后把身还换成圈养的货，那成本又压下去了。卖一斤挣一斤，确实是，那真的是可以说卖一斤挣一斤。那黑人也卖1000块钱，怎么卖？我330、360的进直播间都费那么多唇舌去讲。还有的人会说，哎，人家也压的那个海参，什么在威海直接压的多少多少钱？就这个东西就像半干的拉缸盐一样，你把它做成不同火候，它一定会出来不同的成本。就一定会出来不同的成本。说白了，你要知道这个商家到底是用多少斤出的一斤，你自己琢磨琢磨，他这个斤数出来的这个身，然后卖你那个价位，你觉得合适你买，你觉得不合适不买。这个卖家得是个靠谱的，不是忽悠的啊。里面他们卖活身，告诉我3斤能压出来一斤，我说你这不开玩笑吗？我家即食海参还得3斤出点头才能出一斤，你怎么你高压身，你不泡水你还能3斤出一斤？你知道他们怎么卖？这个海参，这个活参，就是你煮海参就压根儿它就我说呢，不把温度起来，你只要温度不起来，海参它就不咋缩。就这个参倒里面，50-60度煮一会儿捞出来，所以那种参你回家一煮，嗖嗖嗖缩水。因为你在加工的时候就没敢给它把温度升起来，那你说人家说3斤就能出1斤，那有什么错呢？那没错，他也敢叫高压，但是此高压非彼高压，不一样的东西，真不一样。海参这个东西，你觉得到点多还是啥？说白了就是你没有抓住它问题最关键的点，就是你的投入跟你的售价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可以给你摊平了讲，我到底一斤海参挣你多少钱，你觉得合适你买，你觉得不合适，你知道你就喜欢听那个卖家给你宣传这玩意儿他一斤赔多少多少钱的时候，你喜欢听那种，那你就去那个直播间买。现在途径太多了，卖海参的一堆的，今年卖海参的老板啊全部都开直播了，你要买便宜货有的是，你要买便宜货有的是，科技跟狠活的东西有的是，而且让你从外表看上去就非常像，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尝尝味儿，尝尝味道，试试口感，看看爆发率，还是有不同一样的。就即食我现在都不敢跟你们说了，因为我说了即食每个人真的你要的就是即食海参那属于一个千人千面的一个东西，我不能说哎我做这个口感所有人都喜欢筋道 Q 弹的，还真不一定。我以前很笃定啊，我以前特别笃定，我现在都不笃定了。我现在开始跟你们说干海参你肯定是百分百满意，因为干参是你自己泡，你是可以通过泡发率去试出来不一样。即食的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包括味道啊，你闻参姐加海参的味道跟养殖参真的不一样。买过参姐家即食海参的人，你如果在买我的海参之前你买过其他家的，你就能从味道上，你都不用看我家海参，你化冻了海参，你家里有别的海参啊，你化冻了，你闻两个参的味儿，我就敢跟你说不一样。有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呢？应该有吧，有很较真的客户啊，有很较真想把这个东西搞明白。我家海参的味道是一股纯正的海参味道，不是那种拿着什么福建货呀，拿着网箱货去冒充海区底锅野生的。我尊重这个东西，我做出来的好海参，我尊重它的成本。我不想着我把这个东西干很便宜啥玩意儿的，
本客群，即便是买了我的，他也不是我长期消费的，他老想买便宜的，怎么可能买我的呢？对不对？但是我要抓的那个客群，就是他吃我海鲜有效果，他不东奔西跑了，比这家比那家，你可以比。我其实特别希望你们去比一比啊，你可以去比，少买一点点可以去比，但是比完了你会知道我好到底好在哪，你再不用再去比了。我跟你说，这东西都是真的，那个干海参啊，我送你那只，有的人说啊，我就要看看998的什么样，998那个海参，你那家直播间里展示的，你可以去看看，你看到底什么样，是不是？你会看到世界的参差，你会看到品质啊，就是眼光，你见过好东西的眼光跟没见过的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我极力推荐你们先试一下我的。有咱如果说哎呀这玩意儿我就想吃明白了，咱去当地的一线专柜，尤其是去买同仁堂的，我都属于同仁堂野生代言人了啊，你可以去他们那儿稍微买一点点，你买买他的干参，你买买申姐的干参，你买买他的鸡翅，再买买申姐的鸡翅，你比比，你看东西一不一样？你看我是他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格，我可不可以做到跟他一样的东西？你再去买买便宜的，你干参就不用买便宜了，我直接送你那只啊，我会直接送你的。就这事儿，咱整明白了，咱怎么可能再消费错呀？你就让这家伙挣点钱得了呗。我就挣你点钱，三千六的引流的产品，一斤干参挣你那点钱，我还赶不上人家，对吧？卖998的挣这么多，你让我挣点呗，再可怜可怜我，买买我3900的，让我吃顿饱饭，是不是？我有这个经济基础，我可以接着去服务你，接着做好货，不是一下把我干死，是不是？我干死了，我啥玩意儿不挣钱，全贴钱。我还能干下去吗？又分手了，早分了吧？不是刚分，这能不分手吗？啊，听着都吓人！你说你们就想象一下啊，说这个人以前他还追过他后妈，就这样的人你就吓不吓人了？他，你就再喜欢你也不能跟他搞一起呀、啊，这成啥玩意儿了？追过他后妈的人，然后追他，还有两个人在一起，我真不能理解。而且这个大叔就是你们知道吧，一代的大叔，富一代大叔给女人是不舍得花钱的，富二代因为钱呢，他不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挣的，他比较舍得花钱，但是富二代手上的财权呢又比较少，都在富一代手里，富一代给女人花钱就可算计过来算计过去的。我以前在直播间给你们说吧，就是那个皮又不是直播的时候，就是那个说那个他这个陆文臣还是啥的，是叫陆文臣吗？就是给他买的那个礼物，然后两个人连线，然后那个男的说，哎呀，我买东西我是不看价格的，可别动了，你买东西你不看价，你怎么就挑便宜的买，买了个什么东西我忘了啊，他不是宣传他什么身价19亿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可能有点钱，但是绝对不是钱是数字的时候，可能有点钱但绝到不了钱是数字的那个程度，然后他给这个女的花钱也会花得很谨慎。我看这个男的就是特别拽，我买东西我又不看价格，装什么装啊，你装什么装啊，你以为啊我不看价格就好像
消费自由了，可拉倒吧，还不是挑便宜去买的。或者说你搜你在淘宝搜东西啊，淘宝你知道吗，这种电商软件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你就看你搜一个什么东西，他给你推的价位，他就给你根据你以往的消费给你做判断，看你是一个消费什么层级的，他给你推什么层级的东西。一个二十来岁小姑娘，你找那四五十的干什么？她是老油条了，花多少钱都在想投入产出的，你跟这样的人你能谈久了吗？对不对？你等你到他那个年龄，你可能去找这样，你不觉得啥？必分，而且我觉得那一点真的很恶心，追过他那个什么？对呀、啊，就这一点是最不能忍的。你说他妈不是亲妈，是后妈那种妈。当时不是曝光了那个是微博还是什么吗？就是好像哈、啊，就这个男的回什么的话，好像是，就是跟他这个后妈好像也得手了的那种感觉。你说吓不吓人？你这种人怎么去交往啊？不尴尬吗？你都不要说这个是后妈那个什么，你就是闺蜜，曾经跟闺蜜谈过，你再谈也不好，是不是？之前就三月份就传言分手，只是没有官宣那种的。只是没有官宣呢。天青色的烟雨能遇到你。报大 S 存款有限，花的比赚的多，圈内出名，曾跟刘真争夺购物狂冠军。刘真是哪一年去世了？已经这个女的，而我在等你。哎呀妈，我真想给你们看看九九八卖给你们那是什么，我真想现场就给你们看看卖九九八的到底是卖什么狗东西的直播间。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号是海参，我进人家直播间不太合适。年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MPV 油耗排行榜，奥德赛最省油。我真受不了 MPV 的长相，就感觉特别像个鲶鱼。我觉得所有 MPV 长得都像鲶鱼，鲶鱼。年轻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哦，威海首富，提起威海首富，90%的人都想当然的以为是威高的掌门人，不是威高吗？只能是排第二位，第一位是歌尔股份的董事长江斌，他不是威海的吧？江斌不是在潍坊吗？哦，是说江斌是威海人是吧？你是在潍坊的。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德云社郭德纲疑似遭骗局。200×315，轻轻色的月。我在直播间跟你们说，如果有喜欢出去玩的，花钱出去玩的人，这段时间要特别特别谨慎。因为现在查的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谨慎吧。你就想明星李易峰都能那啥，你都不用抓现行的，都能给你查出来，半年一年都能给你查出来，千万不要去，铤而走险，丢不起那人。过不了户的房子不能买。5年前邻居家姐姐给她在东北的妹妹在威海出城花了7万买了一套民房，到他这儿已经是第4个房主了。后来民房拆迁，开发商找原房主签字，拆迁款给原房主了。邻居妹妹打官司也没有，后来不知道咋弄的，因为原房主跟第一个买房子的人签的合同，第一个买房子卖给第二个，第二个卖给第三个，第三个。江千万里，
看这个人怎么被骗的啊。在网上买了一个电磁炉，268块钱，一般快递3-4天就到了，但是都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收到。然后我就找到他们客服，我说你好，他也回一句你好，你是王女士吗？你是不是买了一个电磁炉？我说是的，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然后他就说可能是这段时间快递太多了，所以弄丢了。他问我这个东西多少钱赔给我，我想着包裹丢了也很正常，立马就答应了，然后就说268块钱你退给我吧。他说退到你支付宝，我说可以啊。过了一会儿我查了一下这笔钱没有收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还没到账呢？他又让我加他，说需要我发身份证和银行卡。大姐，说到这儿我就奇了怪了，你不管你是在哪里，你是在淘宝还是在直播平台，你不都是那个没有直接跟商家去吗？又要你身份证又要你银行卡的，能对劲吗？那肯定不对劲啊。来人，你好，看海参。这个是30到40头之间的，那是顶级纯蛋白，没有任何添加的，不是那个加料的。需要买那么大的吗？自己吃那个可能得3个人以上吃它合适，一个。一个。对。那个一个能发多大？我给你看一下，我这边。这一份的，都行，好。你能看出来，因为它是在手上放。这个客户是深圳的，可能看我家货跟整个市场货都是不同的。能看出来有大吗？嗯。他就买了这个，他是买了一斤称33个还是32个，然后那个参要煮130到160分钟，就是好的海参抗泡抗煮。这些放到开水煮啊？开是放什么？我没听懂。放到开水。不是，他要先泡3天才能煮。3天。嗯，你如果泡不到3天，它是硬的。水漂开在上。开片儿可以开。这一级多少钱？啊？一级多少钱？那个是4200的，这个头数是3900，这些是3600的。那你如果要自己吃，吃那个需要家里3个人以上吃一个，吃多了并不好，就是浪费。你看到那个大小是超过3两的。装里还能里？可以啊，可以给你装礼盒。礼盒可以给你配。你要什么样的都有，礼盒是免费配的啊？啊，是含在那里面的，是的。行，我们再看一下。行，你再看。慢走啊。我的妈，我差点被呛死。差点被呛死。青涩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天千里，差点给我呛死。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啊！今天真是暖和呀，我今天居然一天没有往身上掏外套。哎呀。
哎妈，呛死了！我跟他们说要三个人吃一个，感觉好像我瞧不上人家似的。他本来就是那个那个海参，没有谁规定啊要一天一个，没有谁规定要一天一个。你吃到养殖的个头，就是你吃到养殖的或者个头极小的，你吃两个可能也达不到量。你看我们市场上有专门给那个就是婚宴，专门给婚宴就是那个配送海参的，5块一个、6块一个、8块一个，那海参你吃多少个能有效果？是不是？我们所以要认准了品质，然后认准我们成人一天需要食用的量才行。你30来头的，三个人吃一个人还合50多克呢，你能说不够吗？你能说那个三个人吃一个，人家一个人合50克还不够吗？对不对？黄金价格狂飙，银行金条销量大增，长成这样了还买金条啊？都长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买？天青色，当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千千万里。生情更加的亲密，看什么鬼啊！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一个个去操作，然后他说你会收到验证码吧，验证码发给他。收到验证码后，想都没想就把验证码发给他了，立马就收到一条短信，消费了20000块钱，马上紧张了，就问怎么回事，不是把钱退给我吗？你就说这智商。他说不要紧张，是我搞反了，马上把这笔钱退给你。就在这时有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了大概有20分钟，我也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当时就觉得我的思想不受控制了，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让我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在后台一顿操作又把我的钱转走了。这时才感觉到自己上当了，马上打电话给老公，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就说我肯定是被骗了，问我被骗了多少，我说已经转走了30000多，我当时立马给他发信息，他也不理我，再打电话是空号，我当时快气死了，感觉自己咋这么笨，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哎呀，
青色的面雨。哎，这个烟味儿，我的妈呀，一口烟都给我干晕了都。天青色的面雨啊，我知道你。哎，这个味儿，太呛了。全满就是30条，打满，行不行？这个不好看吗，宝子？就这个，就这不好看，我死去！天冷的天，不可能！我上去我就给他刷，你看看。嘿嘿。抱歉，你换位吧，因为我准备要下播了。哦，你先别下，你先别下，你先等会儿。是我说啥来着？就是我这个长相，我觉得是使女。头一回玩互联网这么些年，第一次在这挂过吧，师傅。你换一个，我要下播了。长得好看10条，对，还现在的电商呢，整体平台的现状是这样子的哈。听说都能出单，但是不赚钱，甚至可能亏的内裤都没有。以后呢，这个京东呢没流量，正常的。我跟你各自赢，然后呢，这个淘宝呢有流量啊，有转化，但是呢，这个一刷就刷，一刷就刷，根本就没法起步的。然后呢，这个抖音呢，那没点不会点千川，不会点潮流，对吧？视频没点创意，照样没有流量。不要给那些人骗你说上面百元，那个流量有屁用，对吧？你起不了量的。现在的电商呢，整体平台是欢迎昵称，听说都能出单，但是不赚钱，甚至可能亏。我这辈子就能这么羡慕过两个小朋友。有人说，就算我的小妞妞，他们风清就玄性者，怎么能让他以后的生活更简单？说来说去，北京的教育就是顶级公立、顶级国际，然后美高美本。既然这样生在美国，那就美国护照安排，洛杉矶十分钟全区房安排，回国以后东城户口全区房安排，因为顶级国际学校还有父母身份。那好吧，香港身份也安排。去太平山玩，最晚车的时候，孩子他爸看着两边的房子说，身份证都有了，要不要也身份证一套房？评论区提问，香港身份证怎么用？网友回复，投资3000万港币。还有一位小朋友出生后，爸妈给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山海无阻、万里通关的自由，和爸爸妈妈一样做个世界公民。总之，仔仔什么都不要担心，往前走就是了。真的每天在互联网感受世界的参差。我这辈子就能这么。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世界的参差啊！这个也可以打。听说我的亲戚啊，漂亮过来微信的，都已经喊不得手了。2 hours later， 我老婆。哎，你们知道熊猫很高兴的时候它会发出什么声音？熊猫是会说话的，不是，熊猫是会发出声音的，它很高兴就像羊叫一样的，它会回应你，然后如果它受到惊吓会发出狗叫的声音。更新了啊，更新。
敲章中分手了。那个视频的意思呢，还蛮有深意的啊，我们来解析一下。一开头呢，就是有一个素敏，果然不经意的露富才最致命。当小朋友被问到25岁时的月薪，让我先缓缓。五岁月薪，那你只200万没问题。少爷说我已经很客气了。咱们说的是月薪，少爷和你谈日薪，这天聊不下去了。一个说月薪5000，一个说日薪5000。日薪5000的话，一个月是15万呢。图一时快活。明明生一胎的时候就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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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发现卖衣服的人太会说，尤其直播里的，明明这衣服其实很普通，他就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买呀，哎呀，你就是个小low货。
怎么做这种黑了？谁起这种名儿啊？啊？你对这个恶意太……谁会起这种名儿啊？这个警告，谁会起这种名儿？嗯，那说明你看的直播间不行。你老去看那聊骚的直播间，他能不这样吗？你他卖海参的直播间，他只会给你刷海参。哎，听说过一个瓜，说是下一个娱乐圈要爆的人是徐峥。听说。嗨，思猫。
过来了一个洞。这个隧道咱们挖到多少年？得挖几年吧？要是有回购期呢？个月？没有啊，先来两台啊。一台要三条，雨夜一抢钱呢，爱买买，你拉倒，而且还暴雨，买回去坏了，管修。那坏了怎么办？花钱呢，这还不问？行，来两台。才用几天呢，怎么就坏了？修不修？哪那么多废话？修，我们工程师一人一天费用24000啊，24000，我们工程师一天才几十块钱，爱修修，不修拉倒。修开始吧，回避吧，什么意思？我们修的时候能有正常，然后找着向同学借。19年暑期的，不是我。只有海城的纯净水，有没有看见？只有海城的纯净水。海城的方法去抢爱好的苹果，不过结局确实可惜，抢了18亿。小马哥，成为顶住压力。这个29级的人叫次次扫黄，你都在。罚了多少钱了都？这一趟没白来，白龙马，就怕他是变色龙，尝到甜头了，清醒了，没白来。我还是一女神，当滴当滴当。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00后用 AI 技术复活奶奶，聊家常，对答如流。不能让 AI 再发展了。现在短视频已经把人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些上面了， AI 要是能让去世的人都活着跟死着一样，你说这伦理这不行啊，这不行啊，这太可怕了，这都是，那活着跟死着没有啥区别了，对于人来说这不行吧。天晴的云上，滴当滴当滴，滴当滴当滴，滴当滴当滴当滴。风吹过你这，亲们，吃点海参吧，好处又多哟。今生的愿想。我还有你的，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让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今只是能让你等你。哎呀，就这小弹性，这还说啥嘞？谢谢张飞的玫瑰。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问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痛。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我们怎么算相拥，我是真服这些商家会起名儿，起头茶真神，把即使海参分为几 A 几 A 几 A 的，那几 A 几 A 你是觉得五 A 好啊，还是四 A 好，还是三 A 好？那个标准它是它自己定的，那个不是国家标准。就像你可以不用 A 呀、啊，你可以用特 A 呀、啊，都可以，那是自己定的标准。即使海参不是那么定的啊。1080大连蛋干海参福利价，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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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这个养福宝的这个宋爷爷简介是生物学博士，生物学博士，听吗？这都是熊猫的声音，它很开心，就会发出这种小像那个羊叫的声音。嗯，当当滴当滴滴滴当滴当滴滴当滴当滴滴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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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轻轻是大雨，妈，你们拾的衣裳，咱今天就走了。俺们在府里，我多待两天。那一会儿假期呗，我捎着你啊。俺爹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也真放心了。也是的，老头子这两天在家里也不好。日后你要想来，我随时把你带来，你放心就是啊。我什么时候上来，你看带我来。行，你们收拾收拾吧。开花。姐妹们，今天我要带着我老妈回老家了，因为我爹一个人在家，我怕是不放心。今年都76岁了。你猜猜我今天给你买的什么好东西啊？哟，后面咋买的什么？来，再看看吧。看里边。你这是买的衣服对吗？是啊，你最近睡觉不是老是说睡觉时候不舒服吗？专门给你买的。这回床好贵吗？走，我今天爸爸买给你，你快点。好的，走。爸爸那边。行，来。你看我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有个模型啊，叫他没了。另外，你看人家花了200多。这不是咱妈第一回上上海来吗？好嘞妈，你放心就是。今天出道，今天说说王宝强的面相特征。王宝强是娱乐圈容易踩雷锅点，所以今天拎出来聊一聊。王宝强一直都给大众一种质朴老
实的形象，但是眼睛很鱼尾纹，很暴露他的真实，就是他脸上目前暴雷最厉害的地方，眼睛呈三角眼加蟹目的样子，在古书上描述是扮猪吃老虎不善，而且在34、5岁的时候啊，很容易犯官非。他也确实在过几年遭遇妻子背叛，打官司的事情发生。年轻时候的王宝强虽然眼相不好，但是眼神单纯，本来是可以修心养性，提升自己的内在。不过娱乐圈过于浮躁，等不得人静心思考，人是会被环境推着走。王宝强的耳相和额头是长得不错的，情绪是很稳定，人也不是镜头中的傻憨，而且笑起来露了牙齿的额是很聪明的，心思特别缜密。少年时期狗日跑，王宝强的鼻头不漏缝不漏鼻孔，是很会管钱的人，带有马云同款的长得，对于人缘好，走哪大家都愿意接受和他交朋友。王宝强大笑起来的时候，鱼尾纹飞得厉害，通过眼尾平整的地方，这个鱼尾纹从他未婚时候就已经有，其实也是侧面暗示了他在婚姻上面较坎坷，现在依旧如此。而且他本身也很喜欢和异性的探讨下，他和他前妻的面相来对比，其实前妻的脸在攻击性上是没有他厉害。这场婚姻当中到底有没有局中局呢？即便说他很聪明，但是配上比较邪恶的眼神还有歪掉的脸，就很难说聪明是用什么。古书上描述，颐养久长也是看一个人内心正不正。他的后运就比较差，所以说从演运开始就走下坡路，中庭鼻梁歪斜，下庭又有酒窝，而且眉心位置的那条竖纹啊又太危险了，戴上镜头前面都很不合适了。如果开直播带货之类的，我可能就没法看一看。不过看他近几年的照片，也看出他在慢慢的淡出视野，转变成资本家的模式，戴起了斯文眼镜，倒是显露了一些酒色之气。还有什么想看的？谢谢这个叫什么天鹅681号兄弟，感谢你的关注。关注我的你可以就是有海参的问题随时都问我啊。当你的脸
对，溯源码的进度比较高，就一点点小毛，所以我说挑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基本上是没有。哇，我感觉我刚刚说话的声音好好听啊，为什么我感觉我刚刚说话的声音好有磁性？溯源码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燕窝啊，燕窝溯源码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进度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干度是十足十的。我马上要到一批那个溯源码的干挑展，因为溯源码高挑展真的是，就是一般溯源码它是没有干挑的，像以前哈，往回倒些年，溯源码是没有干挑的，干挑的是近几年才有的溯源码干挑。我们卖力干挑的都不能是溯源码的啊，因为你溯源码的要保证它的这个亚硝酸盐是零。你之前不是换水了吗？换水基本上有的小细毛就会随着水流走的。这么说吧，有点小细毛也没事，没事儿啊，咱就是有点小细毛也没事儿啊。医生说完这句话，我长舒一口气。虽然还是需要定期监测，但是起码目前是正常的。也就是我也是当妈后，欢迎昵称。小孩子长个儿跟吃的绝对有关系啊，当然遗传肯定占一部分，跟吃跟睡觉特别有关系，就休息，你晚上必须这个觉睡得足够长，因为长个儿基本上都是在睡觉的时候长。我能长这个个儿基本上不怎么靠遗传啊。水最少换三次，而且要把换的水全部丢掉啊！最少换三次水。我没说吗？我爸不到一米七，我妈不到一米六，我长一米七，都是可那啥了，就靠吃，靠睡，靠吃。长身体那会儿一定要吃得好，吃得有营养。长身体一定要吃的好，吃的有营养。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猪应该还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些饲料肥的猪，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骨头汤，虽然他们说骨头汤不补钙啊，但不知道，我就每天我爸都要给我整骨头汤。里面的水给它倒倒掉，然后剩的水给它加上去，让我再去换一次。我一点钟才泡了，已经换了一次了，准备晚上八点钟这样子煮一下给女儿带去吃。你炖之前换两三次水就行，多整点水，多换一换。嗯嗯嗯，那孩子长个儿一定。长个，尤其是他要青春期要发育的时候，一定要吃得好，睡得要多。不鸣则已毙。又说减肥为什么这么吃呢？那就是因为他。别在外面了。
台上的神龛挪到客厅，放在电视机柜空调之间，空调的出风口往右移。马阳起来。会吗会吗，付出总要回答。我说淄博你别太努力，现在专门开设烧烤防火专列，各区文旅局长组团一见，还没到地方礼物就拿到手软，把过年时材料的夜市灯全部打开，一路霓虹闪烁，开启宵夜生活。凭高铁票可以免费游玩景区，有些店铺考虑到顾客排队很久，在门口加板凳贴心送上饮料，买的东西全部足称，让你消费安心，想想就会心动。我说淄博你别太努力。我感觉淄博这次真的是开始，淄博已经开通那个什么专列了，谢谢昵称烧烤专列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烧烤专列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以前一个明星，就是梁朝伟。而梁朝伟这个人呢不善社交，是个大社恐，然后呢什么会偶尔的时候想去伦敦什么广场喂鸽子，然后他就打个飞机去。我觉得你什么想吃烧烤，我坐个高铁去淄博吃个烧烤的人也特别有这种气质。吃个烧烤至于跑去淄博吃吗？就那么好吃吗？就跟本地的烧烤那么不一样吗？骨头汤牛肉打篮球长高个儿。哎，我当时没怎么吃牛肉，我家那会儿没怎么吃牛肉，就骨头汤是我印象中哈、啊、我长身体那会儿真的是每天牛奶，或者是那个时候没有鲜牛奶啊，那个时候的牛奶是奶粉泡的牛奶，泡奶粉的牛奶，没有鲜牛奶啊，跟这个骨头汤必喝。我从上初二到初四两年时间，就是可能吃的这东西有点补还是啥的啊，就是每天几乎每天都得流点鼻血，吓不吓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得啥病了，没有，就是。就可能补的有点过了，估计是没打篮球，但是我们那会儿可能上初中可能就不怎么记不住了，肯定没打篮球，就那个时候长个儿，真正长身体的是从初四到高一那一年长了好多。就我的初中同学不是去的，他们定点的高中是三中嘛，我是找的关系花的钱上的一中，县一中是最好的嘛，我是找的关系花钱去的一中，花了好几千。然后我的同学他们都是上三中的，不管你学再好，哎也不是吧，反正我们班没有一个去一中的，然后全县前120名也是去一中，但是我们那个镇上那个中学，反正我们班的没有一个在一中那个奥赛班，叫奥赛班。我是花钱去的，我也不是去奥赛班，我是去一中的普通班，也是花钱的，因为那不是我们那个片区，花了几千我忘了，那个时候几千块钱还挺值钱的，亲们，那个时候几千是很值钱的，几千是4000还是几千，我记不住了。挺值钱那会儿，你就想想那会儿是几几年，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值不值钱了。我看啊，我读高中是几几年呢？我读高中是1998年，1998年，你们可以想一下当年的物价，当年的房价，你就知道几千块钱多不多了，掏钱去的。我到了高一下半学期要进行会考，然后三中的以前的初中的同学全部到我们当时那个一中去考试，他们好多人一看我都惊讶，因为我上初中全部都是在班里第一排坐的，就是因为矮，其实也不是矮，是因为我比他们小两岁，那小两岁人家都已经长个了，我还没发育呢，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一直坐第一排的人，第一排第二排就是最矮的那种。然后我突然就是高一一个学年突然个儿长起来了，一下长到1.67米，可能从原先的1.57米嘎嘣一年长了10公分，长到1.67米，都给他们惊着了，说我在这吃什么了，饭量贼大。我都不好意思说，盒饭吃两个盒饭。有一次我回老家，回老家去我爷爷家里吃饭啊，这么大一馒头，这么大，真的，你们来山东你就会知道这么大的馒头，我一点都没夸张，这么大一个馒头，一碗就是羊肉汤，是汤，就上面这一圈底下全是羊肉，我爷爷给我做，还有一根肠，让我全造了一顿，吓不吓人？喂，喂，你好，你说，哎，你好，我这边看到您公司在企业的数据平台上有一些不良记录，那种什么狗东西啊，你还不良记录，你是真他妈给我扯，哎，就贼能吃东西，饭量特别大。我现在我长胖了，我也都是控制饭量，我要不控制我这体重就不晓得是多少了。就你不用笑，你如果那个时候啊，如果你长身体那个时候你不想吃东西，你是不可能长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山东人长得高吗？其实说白了就是山东人能吃，山东人长得普遍身高高，就是山东人的饭量大。你看人家上海的吃那么一点点，其实跟你吃的东西真有关系。因为我吃的多嘛，肯定能量多，能量多就窜个儿了嘛。那窜完个儿之后开始长胖，是开始长胖了。我说刚才那地方真能扯，哎呀，现在骗子太多了，骗子太多了，防不胜防啊。其实骗子的伎俩也是就是不是说他打一个电话，他就通过打那么多的电话，你但凡就跟那个买海参是一样的，你但凡对这个东西我了解，我根本听都不听马上就挂电话了哈。就是他能包括他用那个什么福建哪的口音说啊，他其实就是筛选什么，筛选不知道的这部分群体。我没有听过这种电话诈骗的，然后我就开始聊，然后开始脑子开始被骗子牵着走，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进那个圈套。就我听过，我知道就是诈骗的啥玩意儿，就直接挂了。跟海参一样，我知道这个海参的成本，我不会掏这个钱去买。我看到什么198呀、398，我都看都不看。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你上当受骗是因为我不清楚这个东西做出来的多少钱，所以。我就用这种不可思议的低价去筛选，就是价格筛选，把懂点的筛走，然后收割这一波完全不懂的，会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有的人他虽然不懂这个东西，但是他起码见过，所以收到这个东西很便宜的海参，像398四斤的那根本就不是刺身。他你收到之后，你就像那个抖音，我那次有一个人，那个骗子跟我的名儿也叫新月来找我嘛，说我怎么给的退货地址不对，你那种海参他还指望着你还指望着退货，他卖完这一波换一个号接着割下一茬，他不指望了。就根本就不指望。还有一个大主播，有一个平台，一个大主播带那个牛肉，我的妈，吓死我了。那个牛肉啊，那个牛排这么一个形状哈，就咱也不知道哪有牛肉能肥成那样的，就这个边儿这么一大块全是肥的白的，就中间这一块红的，
大主播带的货，大主播带的货很少有质量好的。但是你如果用标准去卡，你会发现它都是达标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用什么比如说质量标准啊什么东西去核，你挑不出毛病。很多大主播选品就是证件齐全，然后你挑不出毛病，但你质量差。很多大主播带货都是这样。卖海参拿福建货，跟你说是你是不是福建货，你拿着在福建长大的海参，人家告诉你是大连参，他就是没有毛病的这句话，因为人家的出身是大连。还给你就是特别让你觉得特别相信的点在什么哈、啊？人家还给你拿出什么哪个机构给你发的什么什么证啊，又是什么大连参总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我相信他是有这个证的。可能这个证是对的，但不代表你有这个证，跟这个证你有这个证就能证明你的海参是大连的吗？那货一看，大家，哎，有的时候我都给你们截那图，我看有没有哈。大家其实说白了，你一看你就知道，你在申姐听过我讲课，你一下就能知道他那个是福建货，199五六个头的，便宜吗？便宜个屁呀！哎，我当时截没截图啊？就老多就是。就好货它真是不起量，大主播带货要利润空间，那么大主播是不是他是要利润空间的。哎，我给删掉了吗？我给删掉了吗？相册里的东西太多了，可能我给删了。快手一个大主播卖的，一下能卖上万单，就算是即时的，你们可以算一下啊，一万斤即时的199，是不是199万？人家卖一个品，对不对？哎，我给删了啊。我给删掉了，亲们，不好意思哟。今生的大雨啊，我以前这样，今生的大雨，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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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在申姐直播间觉得，哎，你这家伙天天讲人家这个主播卖的货不好，那个主播卖的货不好。我其实我卖这一行，我卖海参哈、啊，我喜欢看看别人卖的是什么东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要知道别人卖的大概是什么价位的，什么品质的，我心里才很笃定我卖的这个货它的竞争的优势在哪里。你一定要在申姐这儿听过我讲过海参鉴别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再问一下自己内心到底是要买价格低的还是买品质好，你确定好自己买海参的初心，然后再去做对比。你都不知道好赖在什么地方，好赖绝不是哎，你来一个直播间说哎，你卖的海参是哪的，他告诉你是大连的，告诉你是长海的，还有一个杨澜代言的，就是请的明星杨澜，知道吗？应该大家都知道杨澜这个主持人吧，他代言的一个品牌，就是找杨澜代言的这个品牌，然后他说他卖的海参是长海鲜的，卖的不便宜，跟我的价格是差不多的，比我稍微贵一点点，就是贵个10块20块的吧。他说卖的海参是长海鲜的，你们知道长海鲜的海参什么样子吗？他那个海参也是福建货，都没有给你们用大连的那个，连大连网箱货都没用上，然后告诉你是长海鲜的，长海鲜的海参刺很好的，刺很漂亮的，那个海参一看就知道不是，
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你说，哎呀，我冲着那个明星买的，有什么用啊？你觉得明星代言的东西就证明了是一种品质吗？不能，只能说你掏了钱给这个明星，明星给你做了代言。哪个明星说我代言这个产品，我就给这个产品做背书？如果说这个产品有不符合宣传的，他来负责？没有吧？应该没有吧？明星他就是他拿了这个钱，然后他开始给你宣传，你只要钱到位了，对吧？比如说他报价一年代言费500万，你把500万给了，你说是野生的就说是野生的。如果说真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可能翻车的，就海参不可能翻车在哪儿？因为没有谁，就比如说有一些来打假的吧，你可以打假什么？比如说干海参你打什么？里面非法添加的糖跟料你可以打。那么我问你，养殖不养殖？人家把养殖的说是大连野生的，有什么毛病？你明知道他在说假话，你在申请人这儿你说，哎，我觉得我听你讲课，或者说我买了这个你的海参，跟那些海参确实不一样，跟那些冒充的不一样，你拿着这个东西你去告他也好还是干嘛也好，真的没有什么去第三方的机构会跟你说他在虚假宣传。你不能说人家虚假宣传，因为你怀疑，你举证，你举什么证，什么来证明？你难不成把我在直播间我给你们说的养殖的特点给你们放一个，你觉得法律会采纳这种意见吗？不会的。所以明星代言海参他随便宣传养殖的，跟你说，哎呀，我这个都是大连的，他明明是福建养大的，他说在大连，你查到根上，人家说这个参总是在大连出的。对，所有的福建海参没有一根生苗是在福建那个地方诞生的，生苗都是山东跟大连这边过去的。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吧，就是你如果说你懂，你入了这行你就知道他在说假话，但你没入这行你就会，哎呀，这个是谁谁代言的，然后人家怎么怎么着，人家月销多少多少，月销多少，评价多少。我老是强调，什么样人的评价才是你真正能采纳的？第一个，必须真实的评价，这个评价不是刷的。第二个是这个评价一定是懂行的人，有比较的懂行的才有用，不懂行的评价是误导你。可能他不是说，哎，我就是为了刷信用，然后特意给你做的像伪证一样，他不是，他就是不懂。他就是不懂。然后呢，我给你们看，我买件衣服是里面都有这么个东西呢，你们看啊，我买件衣服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玩意儿，你看，好评晒单送红包，衣服总共200块钱，送红包要送你10块钱，那你说几千块钱的海参他的红包是多少？那有些评价怎么说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它是不是有利益去诱导它做出的评价，它是不是懂行，它真正懂。你看不懂行，你看有些人买一些假的翡翠呀、假的什么和田玉啥玩意儿的，你找身边10个人全说这个东西是好的啥的，有什么用？他10个人都不懂。人家懂行的鉴定师一句话，你这个东西是假的，你能说你100个人说这个东西好，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不好，你就能说那100个人对吗？是不是不能？所以一定要懂行的人去的评价才有借鉴意义。为啥让你去一线的专柜里面多看多感受？多看多感受，你眼光老是看好的东西，真的就是便宜东西不入眼儿，质量差的不入眼儿，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一种感觉，深感。当你把深感培养出来，你就厉害了。这东西我看着不对劲啊，这个东西我看着不对劲，我知道它不是好玩意儿就可以了。见过好的东西，尝试过好的东西，再去比较，就心里有了一个参照物，你就会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你的参照物都不对，如果你的参照物都不对，你把养殖的认成是野生的，遇到野生的，你都会认为这个不是个好东西。你信不信？有的人说什么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你把养殖的认作是海区底波野生的，你甚至会认为海区底波野生的不好。我老看别人的评价啊，曾经有一个人的评价，就是在斗鱼的一个天猫店里面吧，啊不是斗鱼啊，淘宝的天猫店里面，淘宝的天猫店里有一个人的评价写了好多行，我本来认为他是一个刷单的，后来我一看他评价的内容，我就知道他不是刷的，他不是刷的，他这是有感而发，他就说这家海参绝对是野生的。为什么？他评判海参是不是野生的标准是什么？他评判这个海参是不是野生的标准是这个海参吃着比他以前的海参腥味重，所以以前都这么瞎吃，这会儿终于吃了一个很腥很腥的海参了，他觉得海里的东西腥味重的是野生的。你就说这样的买家，你怎么去救他？你怎么能把他的错误思想掰过来？如果告诉他，哎呀，海区底波野生的才应该不咋腥味儿。啊，真正的就是养殖海参腥味才很重，你说你能不能掰过来吗？就他上一个卖家如果说后期去找到他说，哎，你怎么不从我这儿买了啥的，他跟你说，哎，你那东西不好，你那不是野生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海参这个认知一定要是正确的，才能后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的评价才有用，才会对后面的人他的评价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如果这个人他压根儿不知道，那你说真的是有什么用啊？哎，那就没有用了。天上的风铃，我又把你们说睡了吗？就我这叭叭叭说的，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有点什么疑义吗？你好，起风了。就是有没有人有什么疑义的？就是我说的这些理论什么，没有人提出疑义吗？或者说你之前对海参有什么困惑，都懂了吗？真的都懂了吗？大男孩。能送点海参给你尝尝吗？送不起呀，大哥。你说你大老爷们儿，你跟个女人说你能送我点海参尝尝吗？那你有这个精神，你开个直播，你在直播间里要礼物，你就说能送我个飞机大炮啥的吗？能送我个飞机超火什么的吗？你敢这样要的话，你就开个直播要。你是开朗大，你一说送这个东西，我就想起来哈，我们开店会遇到，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遇到。曾经有一个，你知道吗？有和尚，假和尚，我也不知道是真假的啊，不好说真假，反正是光头，头上有六个点还是九个点的，我也没数清楚。然后就进来要化缘，说就是你捐多少钱，在这个寺庙还是哪给你去写什么名还是什么的。我说我这个信仰不是这个啊，我不整这个东西。你知道那个和尚就往外走嘛，然后走到那个，就马上就还有一步之遥就要出去的时候，他说：“那你能给我个干参吗？就拿，已经把这个海参拿呢。”我说：“不可以。”我说：“你是个和尚。”我说：“不可以。”我这个人是可以说不的人哈，我不会不好意思。我说：“不可以。”你这。你个和尚，你要个海参干什么？刚刚还要给我化缘当个真和尚，现在马上就要把袈裟给脱了，开始当假和尚了。就是演戏，起码今天的你要演全吧。问我能不能给他一个海参，不可以，不行。
而且这两天我发现了，每一天，就大概连续两到连续三天了，每一天早上固定的一个点儿，也不能说早上吧，十点来钟吧，一般我一般十点来钟到，就会有人。难道因为眼镜在？哦，我明白了，可能是眼镜在，大老爷们儿黑乎乎的，他们就不好意思进来要，可能是。然后我一般在的时候，就有人开门，哎，你给点钱，给点钱吧。钱这么好挣，我也去乞讨得了呗，我还辛辛苦苦开店干什么？是不是？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也是这种进来要钱的一个人哈，他是身上有点残疾，然后那个人我应该是给过一次还是没给我忘了，我说你这么年轻，你随便卖点什么东西是不是？干嘛要去乞讨啊？又不是你有点残疾，又不是说不能动那种的，他可以走，他的腿有点瘸，有点矮，那你干嘛你要这样子是不是？然后这个人好像过了几年，过了两年还是一年吧，可能来我店里卖我瓜子儿，我都记不清了。然后他就把我架在那，他说就是你让我那个就是卖东西的，一包瓜子儿半斤卖我15还是20，反正我自己的牙我就是磕好吧买了，一包瓜子儿啊半斤，我以为是一斤。他一告诉我是一斤是20还是多少，我忘了啊，肯定不是十块钱，10块钱半斤我就觉得正常了，不是15就是20半斤。没办法，我寻思我指着人家让人家卖东西自个儿挣钱，我哪好意思不买，我就给买了点，买了一包，我还不敢吃，我怕这家伙是不是别就是。钱哪那么好挣啊，钱哪那么好挣啊，亲们哦。给特别的你，等到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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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当你把爱给特别的你，我越来越崩，越不相信自己。爱风铃，妈，这个海参都快，因为我是这样放，我感觉都快有点干巴了都。就它没有水分的滋润了，它都有点干巴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愿意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哎呀，五点半，我好撤了，亲们，还有没有想买海参的，想了解海参的？没有，我要撤退喽。没有，我要撤退了。今天卖的不好啊，亲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今天卖的不咋地哟。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没有啦，没有，我要撤退喽。还有没有加我那个联系方式的？可以加一下，你可以现在不买，然后加一下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联系我 ？HS3473 海参的首字母 HS3471111，三四七幺幺幺，三四七幺幺幺 ，HS 海参的首字母347111，拜拜，拜拜了各位。